迦摩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。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经称赞大专题，唯愿慈悲垂教。
诸佛齐加倍，慈悲关爱度众生，生命弘法大道场，时时与您相伴随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打开生命电视，你就在道场里面，因为我们叫生命电视大道场。这个大道场在干嘛？慈悲所有的生命，放生、施食、超度、弘扬佛法，鼓励天神发菩提心，求三宝加持。所以愿各位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，进入生命大道场，关怀所有的生命。阿弥陀佛。话拨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Thank you.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咱伫台湾有将近二十个护生园区来照顾迄搭流浪狗、牛、猪、鱼种种。但是各位拢知影，因呢一定会下毒，特别鸡啊、鸭、即搭鱼啊。所以即卖呢，咱要伫二十几个护生园区拢来起一个佛塔。已经讲下毒的众生，你替起佛塔，乃至打上来护生园呢，众生设一个佛塔。因有法度，他也舍不得，所以希望各位护持这个护生园区做佛塔的主笔的地位。阿弥陀佛。师父的广大愿力在这，大家的良善悲心在这，众生的光明希望也在这，护持护悲，一九六五。八四八二，一九六五，八四八二，好命。僧伽乍经的梵文是一个术语，意思是连结或联系。一般来说，读诵大乘经典是进藏的六种善行之一，而僧伽乍经本身特别说明，若闻此法，当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灭一切罪，烦恼伏羲。读诵这部经，得以保障诵经者获得直到成佛的安乐。此外，凡是听闻僧伽乍经者，临命终时，无量诸佛会现身来接引。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一部极具威力的转化经典，是为了让我们尽速契入菩提道。读诵这部经典时，我们可以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佛陀对我们无比的慈爱。僧伽乍经卷一，原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。如是我闻，一时婆伽婆在王舍城灵鹫山中，供摩诃比丘僧二万二千人聚，其名曰会命阿惹乔成如，会命摩诃摩伽略，会命舍利子，会命摩诃迦舍，会命罗侯罗，会命薄俱罗，
会命跛陀斯那，会命贤德，会命欢喜德，会命王子，会命须菩提，会命难陀斯那，如是等二万二千人聚，共菩提萨多、摩诃萨多六万二千人聚，其名曰弥地利菩提萨多、一切勇菩提萨多、同真德菩提萨多、八心同真菩提萨多、同真贤菩提萨多、无减菩提萨多、文殊师利菩提萨多、普贤菩提萨多、金刚斯那菩提萨多，如是等六万二千人聚。复有万二千天子，其名曰酬阿那天子、跋陀天子、须跋陀天子、悉法天子、旃檀藏天子、旃檀天子，如是等万二千天子聚。复有八千天女，其名曰弥林陀天女、端正天女、八大义天女、遂德天女、护世天女、有力天女、随善臂天女，如是等八千天女聚。复有八千龙王，其名曰阿波罗罗龙王、伊罗波龙王、提弥罗龙王、居婆娑罗龙王、居婆施利沙龙王、须难陀龙王、须奢屈龙王、伽婆施利沙龙王，如是等八千龙王聚，皆向灵鹫山，以世尊所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、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演说正法，利益众生。世尊，无量亿天众、无量亿才女、无量亿菩提萨多、无量亿声闻，皆悉已集，欲闻正法。世尊，如是大众皆欲闻法，唯愿如来应供等正觉，为说妙法，令长夜安稳，断诸业障。尔时世尊赞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哉善哉，一切勇，能为大众请问如来如实之事，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唯然世尊，愿要欲闻。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有法门名僧伽吒，若此法门在阎浮提，有人闻者，悉能除灭忤逆罪业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一切勇，与汝意云何？若人闻此法门，福德之具过于一佛福德之具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云何世尊？佛告一切勇：如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若人闻此法门，所得福德亦复如是。一切勇，若人得闻如是法门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不退转，见一切佛，一切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恶魔不恼，一切善法皆得成就。一切勇，闻此法者，能知生灭。尔时一切大众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一佛福德有几量也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谛听，一佛功德譬如大海水滴，如阎浮提大地围城，如恒河沙等众生悉作十地菩萨，如是一切十地菩萨所有福德，不如一佛福德之具。
一切有。若人闻此法门，福多于此，算数、譬喻所不能及。尔时一切大众闻是说已，踊跃欢喜，多增福德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众生可要正法？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一切勇有二众生可养于法，何等为二？一者与一切众生其心平等，二者即闻法已，等为众说，心无希望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闻何等法得尽菩提？一切勇可养闻法得尽菩提，常信乐听受大乘法者得尽菩提。尔时人、天、猪龙、才女从座而起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可法？愿佛世尊满我所愿。尔时世尊即便微笑，种种色光从口中出，遍照十方，上至梵室，还从顶入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以何因缘如来现此稀有之相？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于此会中，一切众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就一切如来境界，是故佛笑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此会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一切勇，能问如来如是之意。一切勇以愿甚故，一切勇乃往过去无数阿僧祇劫，有佛世尊号曰宝德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。一切勇，尔时我作摩那之子，此会众生诸佛智慧者，往昔之时昔在路中，我时发愿，如是诸路我皆令住佛智慧中。时路闻已，寻皆发声言：愿得如是。一切勇，此会大众因彼善根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众生闻此法者，寿命几劫？佛言：其人寿命满八十劫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劫以何量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譬如大乘纵广十二由旬，高三由旬，乘满胡麻，有长寿人过百岁矣，取衣而去。如是城中胡麻西尽，皆由不尽。一切勇又如大山纵广二十五由旬，高十二由旬，有长寿人过一百岁，以轻增薄，一往不知。如是山尽皆由不尽，是名劫量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发誓愿，尚得如是福德之具，受八十劫，何况于佛法中广修诸行？善男子，若有闻此法门者，所得寿命满八十劫，何况书写读诵之者？一切勇，若有人以尽信心读诵此法门，不多于前九十五劫，自是宿命。六万劫中为转轮王，于现在世人所敬重，刀不能害，毒不能伤，腰骨不重，临命终时
得见九十五亿诸佛安慰之言，汝莫怖畏，汝在世时闻僧伽吒法门，九十五亿佛各降其人至其世界，一切勇况复有人得具足闻如是法门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当听受如是法门，得何福德？佛告一切勇：如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闻是经者所得福德亦复如是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听此法心无疲厌。佛告一切勇：善哉善哉，汝能如是闻法无厌，我亦如是闻法无厌，况复凡夫心生厌想。一切勇，若有善男子闻此法门生信心者，于千劫中不堕恶道，五十劫中不堕畜生，万二千劫不堕愚痴，万八千劫不生边地，二万劫中身处端正，二万五千劫常得出家，五万劫中做正法王，六万五千劫修行念死。一切勇，比善男子善女人无少不善，恶魔不得其变，不入母胎。一切勇闻此法门者，生生之处九十五阿僧祇劫不堕恶道，于八万劫常得闻持，十万劫离于杀生，九万九千劫离于妄语，一万三千劫离于两舌。一切勇如是法门难执难闻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谤此法者其罪多少？佛告一切勇：其罪甚多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得几数罪？佛告一切勇：莫问此事。善男子，若有于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起于恶心，若有谤者，罪多于彼。一切勇，若于大乘起恼心者，如彼众生被烧焦燃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众生云何可救？佛告一切勇：譬如有人刀断其头，使医治之，涂以石蜜酥油诸药，以用涂之。一切勇，于汝亦云何？如是众生还可活否？一切勇白佛：不也，世尊。一切勇，又如有人刀害不断，若得良医治之，则菜比人菜矣，知其大苦，我今之矣，更不复作恶不善业。一切勇，若善男子念不施时，亦不如是离一切恶，及诸善法诸善具足。譬如死尸，父母忧愁啼泣，不能救护，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不能自立，不能利他，无依父母。如是如是，一切勇，彼诸众生临死之时无所依止。一切勇，无疑众生有二种，何等为二？一者作不善业，二者毁谤正法。如是二人临死之时无依止处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谤法者生何道中？佛告一切勇：谤法之人入大地狱，在大教唤地狱一劫受苦，众合地狱一劫受苦，烧燃地狱一劫受苦，大烧燃地狱一劫受苦，黑神地狱一劫受苦，阿鼻地狱一劫受苦，毛树地狱
一劫受苦，猴猴地狱一劫受苦，一切有谤法众生于此八大地狱满足八劫，受大苦恼。尔时一切有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大苦大苦，我不能闻。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何故不能闻？此语甚可怖。地狱为大苦，众生受苦痛，若造善业者则有乐果报，若造不善业则受于苦报，生则有死苦，又被苦所缚。凡夫常受苦，无有少乐时。智慧人为乐，能意念诸佛，心清净大乘，不堕于恶道。如是一切有本业得果报，作业时虽少得无边果报，种子时虽少得无量果实，植种佛福田能生果实处，智者得安乐，要于诸佛法，远离于恶道，修行诸善法。若以一毫物用布施诸佛，八十千劫中具布具财宝，随所受身处常念行布施，如是一切有施佛得福身。尔时一切有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陀言：世尊，云何修佛智慧？云何闻此法门增长善根？佛告一切有菩提萨多：若有人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诸佛，施诸乐具，若复闻此法门者，所得福德与前正等。一切有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善根满足？尔时世尊告一切有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功德如佛者，当知满足。一切有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人功德与如来等？佛告一切有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法师善根与如来等。一切有菩提萨多言：世尊，何等是法师？佛告一切有菩提萨多：流通此法门者，名为法师。一切有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闻此法门得何等福？书写读诵此法门者，得己所福。佛告一切有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于十方面一一方各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一一如来注释说法满十二劫。若有善男子说此法门，功德与上诸如来等。若有善男子书写此经，四十八恒河沙诸佛如来说其功德不能令尽，况复书写读诵受持。时一切有菩提萨多问佛言：世尊，若读诵者得己所福。尔时世尊说诵答曰：读诵四句偈得此最甚福，如八十四恒诸佛所说法，读诵此法门得如是福德，如是诸功德言说不能尽。十八亿诸佛注释满一劫，十方一切佛常赞大乘法，善说此法门而无有穷尽，诸佛难执欲，此法亦如是。尔时八十四亿天子至于佛所，合掌顶礼，白佛言：善哉世尊，如是法藏愿助阎浮提。尔时复有十八千亿尼乾子来诣佛所，白佛言：甚也，沙门瞿昙。佛告尼乾：如来常胜，汝等住颠倒，云何见汝等胜？汝无胜也。汝等善听，今为利益汝等，为汝等说。凡夫无慧乐，何处得有胜？不知于正道，云何得有胜？我是众生道，以甚深佛眼。
尔时尼乾子于世尊所心生嗔恚，尔时帝释捉金刚杵以手磨之，用拟尼乾，时十八千亿诸尼乾子惶怖苦恼，悲泣啼哭，如来隐形令其不见。尔时诸尼乾子不见如来，悲泣颂曰：父母及兄弟无能救济者，见旷野大泽空无人行路，彼处不见水，亦不见树影，亦不见人众，无伴独受苦，彼受诸苦恼，犹不见如来。时诸尼乾从座而起，右膝着地，出大声言：如来哀悯，愿见救济，我等皈依佛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上根的人明白吃肉的罪过，能够马上戒杀吃素最好。中下根的人虽不能马上禁绝肉食的习气，也要减少吃肉的次数与分量，赶快督促自己一步步走上完全吃素的正途啊！所以上根的人累世受菩萨戒的人，所以各位最好一定要去受菩萨戒。受了菩萨戒，你来世一听闻佛法，你马上就升起了这个利他的心，可能你马上就要吃素了啊。所以你也不愿意众生痛苦啊。但是如果各位做不到，那至少要减少吃肉。有些就是没办法，家里根本不准他这么做嘛，那个肉边素啊，自己吃的时候全部吃素啊。现在如果你不得不吃肉，那你要这个想法啊，一点我都一点都不喜欢吃啊，也不以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、一切菩萨摩诃萨、摩诃般若波罗蜜。